饭量上的奖励是七九斤一斤，团圆饭的七点半碗围成一口锅，也不知想吃他喝他喝他老劲，咱老百姓啊今日过着这样的高兴，千家万户响地是一个声音，电视里孝敬都已经憋足了劲儿，别管他说了唱了多少都没开心，咱老百姓啊朋友们带着心大大的拥抱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拥抱让我们彼此相连，拥抱让我们彼此温暖，这一刻的水立方针鸟巢光彩夺目，这一刻的北京庆盛国激情豪迈，时代同行，感受国之繁荣强盛，感受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沧桑巨变。2019年我们将继续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，深入贯彻重要讲话精神，和治国理政，新理念，新思想，新战略，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紧密团结在以共同建为核心的党中。祝所有的孩子们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祝家里的老人身体安康，祝现场的各位迎春幸福，祝各位在2019的年度愿望都可以实现，相约2020，明年的此刻，我们仍然在北京，一起跨年，一起迎接全新的一年。你是吃酒运气，团圆饭的七点八碗围成一火锅，这不知想吃啥喝啥的老劲。